宣博一考，宣博一考觐见。罪臣之子博一考叩见代王。抬起头来。罪臣之子不敢。恕你无罪。谢代王。多年前匆匆一睹，原是为搅乱他和妲己的姻缘，还没有仔细看过这博弈考。今天仔细看来，原来这世上真的有风流倜傥痴情郎啊。难怪苏妲己一直对他念念不忘。比干丞相奏你千里朝圣，只为代父赎罪吗？罪父姬昌得代王免死著书，臣家上下感恩代王，罪臣之子此次来朝，恳求代王恩准罪父归乡，侍奉百岁高堂，以尽人间孝道。代王，博弈考孝亲之心可感，且由献供祖传三宝和十名美女摆坛美酒，不如念其孝心，以示代王恩德。代王，代王可先将贡礼收下，至于西伯侯送回西岐之事，可以先放放再说。博弈考平身，你父姬昌虽然大逆不道，但你今日前来足见忠孝，故赦你无罪。臣妾有话要说。爱妃何时到此？臣妾一到多时，只是在一旁观看，想起了许多零星往事。代王，这博弈考是臣妾的故人，他擅长琴艺，精通音律，今天不如让他抚琴一曲供代王欣赏如何？博弈考乃罪臣之子，此次来是代父赎罪，幸愧代王仓促赴谈，恐怕犹如代王圣聪。既然王后想听，你就弹一曲。你是王后故人，孤王无论如何也需给你三分薄面。如果此曲果真稀奇，能令王后开心，孤王就放你父子归乡。还不赶快谢恩。谢代王隆恩。玉容，速到寿仙宫把我的琴拿来。是。姬昌兄，大喜大喜啊！飞虎贤弟，喜从何来啊？贵公子博弈考昨晚已到朝歌，献上祖传三宝，恳请代王侍你回乡。比干丞相今天已领公子会见代王，想必不日你可以离开此地了。你说什么啊？
离开此地呀、啊。伯邑考，伯邑考，你，姬昌兄，主公，姬昌兄，主公，集中，快，好，快，集中。邑考公子，你是睹物思人呢、啊、还是见人思曲呀、啊、如果你想代父赎罪的话，这一曲可不能乱弹，而且还要好好的弹，就弹一曲《风入松》如何呀？主公，主公醒了。小姨，我儿伯邑考不听为父之言，性命休矣。姬昌兄，邑考受命与祖母前来，况有义宝进贡，不会有事的。姬昌兄，姬昌兄。姬昌兄，主公，正如王后所言，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，再加上王后的舞姿，真可谓是尽善尽美呀、啊、谢大王夸奖。对了，伯邑考公子晋伯龙颜一笑，我们该拿什么犒赏他呢？而且从西岐来朝歌的路这么遥远，我们是不是要设晚宴好好的款待一下呀？好，传旨，今晚摆宴于此。是。大王，
恕罪臣之子直言，家父设规之事。一考公子，你无需担心。大王念你有一片仁孝之心，一定会择日赦免的。大姐，你若念旧情，可一定要帮我。一考，一考。什么？可能是这两天为了建造露台的事有点累了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哎，不许你再这么操劳，你总是让姑替你担心的。大王，何事？大王，可否让伯邑考公子先回去休息，以便在晚宴的时候可以安心抚琴呢？哎，爱卿有何事要禀报？大王，西伯侯突然口吐鲜血，昏迷不醒。为何？详情不知。那就赶快派太医前去救治吧。嗯，速派太医前往右里。是。爱妃，想不到伯邑考竟有如此绝技，今晚一定要让他为姑多弹奏几曲。这伯邑考一离开，大王就再也听不到这美妙的琴声了，岂不可惜吗？爱妃的意思是将伯邑考留在宫中。嗯，难道大王吃醋了？爱妃对姑的心意，姑早就知道了，怎么会为一个落魄公子吃醋呢？不过每天能够听到他的琴声，姑愿意将他留在宫中。只是姑已经答应要释放姬昌。大王，臣妾有一法，可以两全其美。想必那姬昌突然发病，一时半会儿也痊愈不了。不如在姬昌养病期间，留伯邑考在宫中，传授琴艺于臣妾。即便日后伯邑考离去，臣妾也可早晚抚琴与大王听。这样一来，一则西伯侯父子感恩于大王赦归，二来这宫中也不绝瑶琴之乐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好，传旨，留伯邑考在宫中传授琴艺，待父病愈，荣归故里。上次月夜与这伯邑考匆匆见过一面，未曾看清。这次细看，此男子果然风神俊朗，难怪那苏妲己至今对他念念不忘。我占据他人形这么久，倒要伺机领略一下这天下第一美男有何不同。既然大王已经答应，终究会有个结果的。只是姬昌兄恐怕难以启程啊。为何呢？公子，公子，风雨关道。哦，伯邑考听宣。范臣之子伯邑考进朝代父赎罪，其情可嘉。
范臣姬昌突然急发，不便归行，着伯邑考留在朝歌传授王后娘娘琴艺，待范臣姬昌病愈，即刻荣归。赶快接旨啊！谢大王圣恩。丞相，我父究竟出了何事？为什么突然病发？啊？究竟是何病，我也不知。只是听黄元帅讲，令尊得知公子来朝歌，急得突然吐血。怎么会这样？公子不必着急，待我亲自去探望西伯侯。只是宴请之时，切不可分心，免得招来不测。侯爷的病，从脉象看，比昨日更差，千万不要大喜大悲啊，随时都有性命危险。天意，天意啊！这个大吉，真是我儿的可幸啊！走了，就剩下你我二人了。公子，我们是叙叙旧呢，还是传授琴艺呀？传授琴艺。公子，既然交琴，我们总不能这样坐着不动吧？好一个风流儒雅的美男子！其实以前我也经常抚琴，只是随便弹弹，根本不懂深奥之理。公子可否一一讲来啊？你不是？对了，那次从摘星楼上摔下来之后，对弹琴之事我已经全都不记得了，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。公子，你会不会担心我呢？此琴乃太古遗音，悦而静雅，与诸乐大不相同，其中80个大调、51小调、36等音，有内外五行，6律5音，左手龙经，右手凤木，按宫商角徵羽，又有8法式：磨、挑、勾、剔、撇、拖、揉、打。哎呀，这么复杂呀！而且还有6记7不弹呢。未曾耳闻，愿听公子赐教。6记是郁金、闻哀、动气、念怒、心事、情欲。那七不弹呢？七不弹是疾风骤雨、大悲大哀、衣冠不整、酒醉性狂、不旁禁欲、不洁禁秽、无香禁亵。
娘娘为什么发笑？想来这抚琴还不能接近女色，那我这样岂不是不用教了？哦，罪臣之子不敢。你不要老是口口声声罪臣之子，罪臣之子，在我的眼里，你永远跟以前一样。怎么了？你答应过大王，要手把手的教我抚琴，你不能反悔啊！对，就像从前一样，这只有博弈考和妲己。请娘娘自重。既然他已留在宫中，看来不可操之过急，忌讳还多的是，不如今天先让他悉知我心中之想。博弈考，你可知道我让你谈风入松的含义？一句任他车马各西东，表达了我心中无尽的哀怨。想不到七年之后你我重逢，你竟然把妲己忘得一干二净。娘娘，今非往昔，如今你身为国母，依靠别无他想，只求罪夫能获赦免，早归故里，跟家人团聚。我也是身不由己，自从你走之后，我其实很想死，可是仔细想想，死又有什么用呢？只能连累无辜的爹娘和百姓。那天你来找我，可是我已经是残败之身，我怎么还能跟你一走了之呢？从你走之后，我真的觉得很孤单，整日都在这寂寞的宫闱里。可是没想到我们还会再见面，这也算是上苍有眼。只要我知道你心里面还有妲己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至于姬昌伯父回归故里的事，我会向大王进言，尽快释放的。妲己，博弈考啊，博弈考，如果这一次不让你动情，我就枉为千年九尾狐狸精了。你到底搞什么名堂？道长，这妲己可是博弈考七年之前的未婚妻，如果我装作根本就不认识她，这王岂能相信啊？狐狸精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什么王后了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心里想什么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不要忘了，是谁让你入宫的？更不要忘了，哼，你入宫来的目的是什么？道长，我怎么会忘了呢？小妖如今能享受到人间的荣华富贵，在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还不多亏了道长您吗？哼，知道就好。你听好了，一定不能让纪昌归乡，否则的话，后患无穷。至于博弈考吗？道长，这可都是大王的意思，我无非是想跟他学学琴艺，服侍好大王罢了。哎，学什么琴啊？我要让你趁着学琴之便，给博弈考安上个万劫不复的罪名。这什么这？哼，你以为博弈考能看上你吗？啊，就算他不能忘情于苏妲己，但他也不会乱了君臣之道的。我要让你找机会立刻把他除掉。小妖按道长的吩咐就是了。走？现在？对，马上就走，这是你父亲的意思。不行，家父未归，我有何颜面回去见我的祖母还有母亲？再说王后娘娘已经答应我，尽快让大王下旨释放我父。
艺考贤侄，你就听我一句吧。妲己不是你七年前认识的苏妲己，她进宫以后的所作所为，难道你没有听说吗？不会的，妲己不会骗我的。她说要帮我替父赎罪，我就信她。对了，临来之前，散大夫嘱咐，让我送厚礼与费仲和游魂，请他们出手相助。这些事我都还没来得及办呢。这事好说，我替你操办。不孝之子，人人骂，万古千秋做骂名。家父不回的话，我也断然不能回去。也许正如继承所言，妲己是你的克星。唉，你们都下去吧。马踏绿鸾方知情，苍山庇护济州城。天若有意天作合，却登红梅惜其逢。人游苍山笑迎松，夕阳休映惜见红。地若有情地为证，愿见春风花轿中。好一个地若有情地为证，愿见春风花轿中。一言为定，来年春暖花开时，你等我，抬花轿迎娶新人。艺考，你在想什么？是不是在想我们两个以前的事情啊？不，不，不，我一去又挑嫁人呢。艺考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一去窈窕佳人？哦，没有，没有。艺考，我们今天暂不受擒，不过我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要给你看。伯邑考，你还记得这块玉吗？七年来我把它贴身带在身上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，指望好玉能通灵，可以传我情意。艺考，难道你真的不想要好玉成双吗？
原来是一对儿啊。七年了，这七年来，每每想起你，灵玉就会刺痛我心。那天在大殿上，你抚琴，我伴舞，所有的时光好像都已经回到了从前。可是，一口，我不明白，不明白那天你为什么不敢看我？你知不知道，我的心里有多难过？你可以在乎君臣之礼，可是我什么都不想管，我根本就不在乎我身边有谁。在我眼睛看见你的那一刹那，我才明白，原来这么多年了，在我的心里面根本就没有忘记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那天在大殿之上，我突然晕倒，到底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就是因为宝玉通灵，刺痛我心。当时我就知道你在想我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信你不上套。一口，你说我一个弱女子，除了掉眼泪以外，我还能怎么样呢？好不容易再一次碰到你，一口，我的心好疼。大姐，今世此生，我们实在是没有缘分。我知道大王对你这么好，我的心安宁了许多。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也曾想嫁夫随夫，一心对他好，可是没想到，大王竟跟玉容。玉容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都是我对不起你。当时如果不是我抛下你，又误会你贪图富贵，都怪我，都是怪我，都是怪我。你我无缘，如今君臣伦常已定，更不能。伯邑考，七年前我就欠你了，我现在还给你，我现在还给你。娘娘，伯邑考，什么娘娘？什么娘娘？
成为娘娘，我连自己喜欢的男人都得不到，我还算什么娘娘？娘娘，这是无法改变的命运，伯邑考只能交手秦毅，不能。什么琴？我根本就不想学你的琴。伯邑考，我告诉你，我这次叫你来根本就不是想学琴的。你已经伤了我一次，为什么还要伤我第二次？娘娘，罪臣之子伯邑考谢娘娘垂怜，娘娘是上阴国母，望娘娘守君臣伦常，伯邑考不能也不愿做一个不节不义之人。好啊，说得好啊，伯邑考，这种话竟然可以从你的嘴里讲出来，说得好。伯邑考，我们七年的情感完了，全完了。既然你无情无义，就别怪我。不要啊！好吧，灵玉姑且还你。公子，如果你还念及情义，明日再来受擒，你父亲姬昌到底能不能被放出去，就看你的了。谁重谁轻，还望公子三思。公子，今晚还进宫受擒吗？公子，你还是考虑一下吧。如若不去，陛下和娘娘是否会责怪？是否会影响老爷归乡啊？你有所不知，擒好受，只是……只是娘娘的难以从命。公子，恶来将军闯了进来，我们拦不住他。伯邑考公子，你的手下太不知天高地厚了，这里可是朝歌，不是你们西岐。娘娘有急事找你，你的随从却把我拦在了门外。恶将军息怒，娘娘找邑考有何要事？哼，进宫受擒，请转呈娘娘，今邑考身染疾患，难以进宫。公子是故意推脱吧？看你的样子，也不像什么有病之患。疾患有内有外，邑考病在其内，外貌岂能看出？哼，好，算你有急。那么我现在就听你一句话，你是去还是不去？不去。好。怎么样，
回禀娘娘，这伯邑考谎称患有逆病，不肯前来。好一个伯邑考，我为你不顾颜面，低声下气，百般哀求。昨日被你羞辱也就算了，今日借故推辞，看来你是铁心与我绝情作对了。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娘娘，是否派兵把他抓来？不用了。大王回宫。参见大王。既然伯邑考绝情在先，我是否按照申公豹的吩咐？爱妃，为何不愿？玉容和宫人呢？怎么了？谁这么大胆，敢惹你生气？告诉姑。你先下去，在门外候旨。遵命。爱妃，你说出来，姑给你做主。如果是玉容和宫人惹你生气，姑也会定战不胜。大王，是伯邑考。为何？他没有好好教你吗？伯邑考，是你先对不起我，可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怎么了？大王，其实臣妾在七年之前曾与伯邑考有过婚约。这件事姑知道。想不到这次见他，他竟然起了邪念。那天在摘星楼，大王喝醉酒回宫后，他……啊！你说什么？臣妾倒是没事，只不过他污言秽语，百般调戏，全无君臣之礼。臣妾想，大王对臣妾百般宠爱，臣妾又是千岁之身，见到大王心里不免有些委屈。伯邑考，是曾经天塌下的地方，多少的日子，多少的岁月，无法回头，更无法遗忘。传说在天上有块风神榜，能让神拯救苍生的绝望。于是我寻找，于是我呼唤，呼唤神，冥冥之中指引我方向。就让天赐我这块风神榜，就让神赐我坚持的力量。365个日夜，365路诸神在为我把世界点亮。365个日夜，365次轮回，请他